你到我这儿洗吧。啊，没事，你先洗吧，你先洗吧。没事，我洗完了。那个，你是叫中泽是吗？对，我是那个校务部的那个中泽。啊，好，那你下午找人来把这个水龙头修一下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。嗯，好。这都两天了，怎么还没修啊？师傅，我们部门的水龙头坏了，报修两三天啊，为啥还没人去给我们修啊？你派个谁呀？啊？什么派人？维修单上写了谁的名字？没写名字啊。还没有派人呢，你回去等着。这个是经理让我来的。挺急的，要不您先去帮我们看看。原主管说了，他就是干活的，啥也管不了。嗯，好吧，师傅，那我去找你们主管吧。见。王主管，我是项目部的中泽，我们部门的水龙头坏了，能不能派人修一下？嗯，知道了，先走吧。不是，我前两天来报修过，但没有派单，能不能尽早给我们找个师傅修一下？公司是我家开的，我说让谁先就谁先吗？我们都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的，你要不满意，你尽管找领导告我去。没有没有，既然这么忙，我能不能去外面找个人来修？行啊，你去外面找呗，你看看能不能进来啊，钱谁付？啊，行，我再核算一遍。行，知道了。张姐是这样的，我们项目部的水龙头坏了，我可不可以在外面找一个水工来修一下，然后您给我报一下费用？那后勤不能修吗？能是能，但是已经报修好几天了，维修师傅都没有空。那再等等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行，谢谢姐啊。我自己花钱总行了吧？哎，中泽，那个水龙头今天修好了吗？经理，水龙头今天下午就修好了。啊，好好。经理再见。喂，那个保安不让俺进呢。你给他说你是来项目部修水管的。我说了，他说了，还是需要什么医院核酸证明。你没有核酸证明？我哪有那东西啊？那咋办？那大老远我不能白跑一趟。行吧，那钱你拿着吧，那你走吧。第一步是先把水闸给关上。水闸？谁把水闸给关上了？是一个好的水管呀。原来是下边漏水了呀。下边漏水怎么办？要去买一个生胶带。老板有生胶带吗？有，两元一根。
漏水了。瞎整半天。